上次就同大家讲咗我喺北海道试咗 Tuku 嘅租车服务，有兴趣睇翻嘅朋友可以 info box 度搵乜条 link 嚟睇。租咗架车就梗系要四围去下啦。不过咁，我 Y 人仔同大家一样咧，喺香港其实系比较少揸车，雪藏牌嗰只揸太远又熬底，所以咧最后我揸咗去离札幌市35分钟嘅欧力度行街街。大家好，我是 One Hotel 的 Ryan。 相信日本行歐力其實已經是大部分人行程的必到站，而三井歐力應該是數一數二多人認識的日本集團式歐力。而我今次去的呢，就是離札幌市35分鐘車程的三井歐力。而這個歐力主要是分了兩棟，包括是 Cover Moa 和這個 Maple Moa 的，兩邊都會有各自的停車場。而我咧就揀咗喺 P1 嘅 Cover Moa 停車場泊車，原因係咩？冇噶，因為人生路不熟咯。過咗 P2 個入口，我要行前啲咯。但又俾我屎忽撞棍嚟啱呢個 P1 嘅 Cover Moa 喎。因為咧，如果大家嚟呢個日本嘅三井歐力咧，就記得一嚟到去歐力嘅詢問處度換咗 coupon 同埋禮物先。冇錯啊，只要去詢問處度出示翻嗰個 coupon 就可以換噶啦。因為券方面咧係可以令到部分貨品有折上折優惠噶，咁所以點解你見到一去到三井歐力咧，詢問處咧都會有人排隊等換 coupon 嘅，然之後先至去 shopping。只要你哋上翻三井嘅官網度，如果唔知喺邊唔緊要，可以 scan 而家呢個 QR code， 或者去翻 info box 度，我哋都會放翻條 link 俾大家。之后就向職員出示翻呢一张 e-coupon， 佢哋会 scan 翻 coupon 上面嘅 QR code， 之后佢哋就会拎翻 coupon 同埋礼物俾你嘅。今次我份礼物就够晒贴心啦，系优足时间啊！行完个欧力啊，翻到酒店黐啲快嘢就啱晒啦。这个札幌嘅三井欧力咧，正如啱啱所讲，系分咗两栋啦，一边就系呢个 Cover Moa 同埋呢个 Maple Moa 嘅。咁所有我識你識，又或者係你識我唔識嘅牌子咧，就分布喺呢兩棟建築物入邊。不過 Cover Moa 相對大啲，同埋入邊會有 food court 同埋餐廳。但係一啲牌子好似係 Nike 啊、Puma、Ray-Ban、Gap、American Eagle 咧，就會喺翻 Maple Moa 嗰邊嘅。但系 Adidas、Vans、Levi's、Edwin、Under Armour， 又或者系 Michael Kors、Polo、Tommy Hilfiger 呢啲贵价嘢咧，就要去翻 Cover Moa 啦。即系点？即系两边行晒咪得咯。不过咁，欧力始终都系摆过贵货嘅。如果你一心谂住嚟呢度买最潮最新嘅咧，咁啊真系疏贵啦。但系过贵嘢咧，价钱又平翻啲，会唔会又令你大出血先？今次條片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大家去三井歐力嘅話咧，就記得 info box 度撳翻條 link 入去拎 coupon。張 coupon 咧係全日本13间三井歐力，包括東京咁多間三井歐力都用到，唔一定嚟札幌呢一間。有咩問題想問我哋啊？可以下面留言喎。最後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，中意我哋條片嘅朋友咧可以 like 我哋，順便訂閱埋我哋，撳埋隔離嘅鐘仔。我哋一有新片出嚟就即刻有通知，仲可以 share 埋俾唔中意 plan 行程嘅朋友仔，又或者好忙嗰个男朋友睇，等佢哋睇完唔使烦，直接跟我哋做就得啦。好啦，今次完啦，拜拜。